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51集，今天给大家分享传世系列的Hawkshot， 来自于《银河之力》里头的一个人物。今天刚拿到啊，就稍微把玩了一下，给大家做个分享。是个比较不是很推荐的玩具啊。如果说你个人对《银河之力》这个人物没有很大的偏好的话，其实这个玩具你可以跳过，因为它有很多让我觉得是比较不能忍受的了啊。第一个是它后面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屁脸啊，这个怎么样你都没有办法去回避掉这个。还有它一个巨大的门扳手，这两个除了造型实际上的不好看之外，它严重的去影响到人物的一个可动。你看往后踢啊，这个绝对是限制到可动的。门扳手也是，它这个地方虽然可以做一点简单的调节，甚至你可以把它给拿下来做成是一个护盾嘛，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你放在这里就是很奇怪的啊。甚至呢它会影响到武器的握持，那所以这个屁脸跟门扳手的话呢已经扣掉了不少的分数。再来的话呢，是我手上这一款的这边这个脚踝呢是稍微有点偏松的，那么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就慢慢来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了啊。首先面雕是一如既往的好看，铁灰色的一个脸孔。而且这个头的话，我先讲一下后面这个地方啊，它这里不是有一个缺口 C 型扣吗，它要卡进去，里面有一个凸啊，在这个地方两侧有两个凸，这样子过来把它给由上往下卡进去，头的话呢再压下来啊，是这样子组合的。那这个面雕的话呢就有一个像是帽子的一个造型，但这个漆呢没有把完全把下面的黑色压过去，所以它变得有一点柠檬黄了。那手臂的话呢360度的转动关节是在这里而不是在这边，手臂的平举的话呢就打到头了啊。那这里的话还能够稍微的再往旁边侧出一点点的空间，但是也是非常之有限的。二头肌可以转动，手肘弯到约90度，拳头可以转啊，各位能够看到有一把带透明剑的枪，中间这一段啊是上了银漆，是在透明剑上面做了银漆，外摆内收也是有的。关节其实还是挺多了啊，但是呢由于关节的过多呢导致于说它有几个地方稍微有点偏松软。那后面的话呢有一个能够启动行星之力的一个钥匙，那么这个钥匙的话呢并不能跟老玩具一样触动什么机关了啊，这个呢插了之后呢只能够触动你觉得哎呀真是火大的一个火器而已，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功能了啊。腰身也是可以转动，腰身就是比较紧实的。那胸口的这个铁灰色看上去比较舒服，有点质感。玩具本身的做工的话呢中上啊，但它个子很高啊，各位看到这是一般的 Deluxe 等级啊，几乎只有到它的胸口而已。所以这款玩具拿出来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说分量感还是相当的不赖的啊。那造型的话呢就比较糟糕，就后面这一块实在是影响的太严重了。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吧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一块部件给拿下来，这片部件呢给挑起来，然后呢这里旋转180度，头部的话呢往后面推进去挡进去就行了。我们先变腿好了啊，腿比较简单，这个部件打开直接的把腿部做一个缩短就可以了，再扣回去。脚的话呢推出来这边，然后这个鞋尖放进去推回去，这样就行了啊。基本上呢这个变形可能也是有一点点的没有什么惊喜感了啊，这样子扣回去。那么这个时候车尾的部分呢就算 OK 了啊。那主要是这个后面的这个背包有一个大回旋，那这里面的话呢是一个双动关节，要把它往后面这里推到底哈，把这个红色的整个给推倒下来，那你就会发现后面这个地方的话呢就会有刚好组合的一个卡扣，那记得都把它给扣上去。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因为头部已经收进去了，我们将这个两只手臂呢直接往中间做一个结合感冒的部分呢还是有一点点没有完全康复啊。然后这个手臂放进来啊，这个地方的组合的话呢我个人是建议了啊，就稍微一点塑胶的韧性把这里错开啊，就可以把它给压进来了。最后就是这个透明的部件把它给扣进来，那这个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这个他的脸呢是在里面露出来的，应该是可以转180度了啊，但是我也没事了。那最后的话呢还有两个这个后面这个翅膀可以往后推到底，它会卡住啊。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一款 Hawkshot 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变形过程了。车辆的造型呢，还行吧啊，而且很意外的呢，是打了两个前后的铆钉，后面又没打啊，我也不懂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操作。实际上你这样一推，你真的能感觉到说前面的轮胎滚动性是比较好的。那这个银河之力的行星之力的钥匙的话呢，也是可以把它拿下来，我们就把它取下来好了，让各位看一下啊，里头这个地方啊，其实也没有什么造型了啊，所以我们还是将它给扣上去好了。后面的造型比较潦草一点啊，都是一些翻折的部件的一个外露。那么底盘收的还是挺工整啊，变形也是很直觉，有老玩具的感觉，我觉得也是有的。那感觉应该还蛮耐得住玩的，塑胶也没有比较脆弱的地方。那透明部件的话呢，是挺好看的啊，放在桌上也是有一定的疗愈的一个感觉了。那至于买或不买，这个就全看个人有没有这个情怀了啊。那没有多大的一个惊喜感的玩具啊。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